到底怎么做，你们才会明白。小猫尼路他跟一对夫妻一起生活，然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了，然后好不容易他们回来了，尼路想要上前去跟他们撒娇，可是爸爸妈妈没有理他，然后尼路觉得不可思议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所以他就看看爸爸妈妈手中的那一团，然后后来他发现那是一个小婴儿，顿时觉得他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影响，所以他打算采取一些行动，然后想要赶走小婴儿。可是其实小婴儿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婴儿，所以最后小婴儿用各种可爱的方式，比如说抚摸尼禄，然后搔搔尼禄的痒，然后让尼禄觉得很舒服，然后觉得说其实小婴儿也没有特别怎样嘛。我们的作品名称是《焦点之间 In Between》，那我们去探讨一个生跟死的议题。我们发现台湾的现有的火葬仪式感并没有像之前想要的那样子强烈，所以我们想要根据现在固有的传统仪式，然后赋予他们更多的仪式感。那像我们建筑的主体是一个塔连接到一个建筑族群，我们会根据山坡地的走势去进行排列我们的建筑物，那然后在塔里面去进行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下葬仪式，就像他们的亲属火化之后，他会抱着他们亲属的骨灰盒子，然后一级一级的踏上这个塔的阶梯，然后放置到他们指定的位置。那这种仪式感进行结束之后，当他们回到台中市的市区，回头凝望着那个台中市的塔，那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亲人在凝望着他们。